林俊杰兑现四年之约，被高壮保镖包夹直呼幸福。林俊杰中在今晚与武汉举办演唱会，在彩排时特别介绍了陪伴他许久的保镖。图 JFJ 提供，20001803.30。继林俊杰 JJ 圣索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海首站火爆起航以来，巡演第二站即将于今30日晚超响武汉。上一次林俊杰在武汉举行演唱会是在2014年，此后近4年时间他都未在武汉举行公开演出。原本计划在2014年7月举办的歌友会也因为突如其来的暴雨不得不遗憾取消，林俊杰也以微博向武汉的歌迷朋友致歉。这次巡演的第二站今晚将与武汉唱响，也是与武汉的歌迷朋友兑现了自己的四年之约。林俊杰在前一晚的彩排中全程带着好心情，不仅和乐手们有着绝佳的默契，每一个环节的彩排和调试都亲自上阵，认真又卖力，彩排至深夜。林俊杰也在现场难得特别介绍了多年来合作愉快的两位保镖，他们是常伴在林俊杰身边最贴身的护卫，敬业的工作态度为林俊杰在工作上带来很多助力。这次武汉站由林俊杰亲自介绍给大家这两位得力助手，他笑称站在他们俩中间有种伟大的渺小之幸福感。